嗨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这个摩托乐，我打开看哦。这边有胶带可以剪吗？有。在夜市玩打弹珠的奖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先抽好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有被定住了，所以就打不开了。应该是打得开吗？好，先抽抽看。我抽这个好了。我很难用，真的很难用。这个要怎么用啊？也太紧了吧。对呀、用扳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不对，不是啊，是这里。继续努力，你要抽到有字的才可以拿到奖品。那我们什么？就是上面他抽了这个，然后后面的字是继续努力，所以可是他是反的，没关系啊，所以就要再抽，就是要抽到有奖品的字的卡片才可以拿到奖品。我现在变成这样的，好，然后我要再换，我抽了。先用扳的把它扳起来，这个不用撕掉，里面的这个不用撕掉。刚刚我不会，没事。十号，这是应该是十号奖品吧？来看一下吧。偏偏手坏掉了。来看一下十号是什么？它粘住了。没有了。它是粘住的东东。它真的是粘住了。它没有写几号吗？那十是什么？对啊，十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里面的奖品有一只恐龙。还有个这个东东，可是呢，这你在脚垫嘛的，啪啪手环，而且还是压压的哦。然后这个是橡皮擦组吧？那这个嘞？然后这个是贴纸纸卡吧，这是纸卡，然后下面这个是贴纸。卡片，一整个贴纸都粘在一起。还有这个组装的东西。好，然后还有橡皮圈。这个是组装的东西，还有贴纸，另外一组这个，然后组装的东西，怪怪的卡片，还有一个软软的尺。好，然后所以我抽到的十号是什么？对啊。那我十号呢？随便选一个奖品吧。那不要。我来玩玩看这个。这是手。是你抽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东？不知道。手环长这样吗？好了。好，再抽，继续抽。再抽。
帮我用一下。用直接把它抠起来呀、啊，再用抠的。快点。这个真的是粘在上面的吗？再接再厉，再接。好，然后换我了，我来抽这个没有抽过的。嗯，你看这个还会弹回来吗？嗯，我又抽到了，我抽到二。二是什么？嗯，抽哪个？我抽到十号还有二号，我得给我。换你了。这个没抽过的猫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就是把它掀起来。七号哎、欸。七号给你，然后换我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东有点。好难抽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哇！好，我抽这个了，我抽另外一个。本来是。明谢惠顾。嗯。明谢惠顾，看你的。换你了啦！不要再玩飘飘手了。这个好。第二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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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应该是没有中奖的意思吧。对啊，这次很软软水。我也抽到没有中奖的，明谢惠顾，换你了。嗯，刚是抽这个粉红色的小猫咪，别再玩飘飘手环了啦。这到底要怎么玩呢？是我们的。明谢惠顾。那这个抽抽的应该就是这样，一直抽下去，然后选奖品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那我们
我们自己再玩吧。拜拜。再接再厉，拜拜。